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提到非洲，恐怕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落后、贫穷这一类的词语。确实是这样，非洲的经济水平非常落后，和中国的经济完全没有办法相比，经常出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。而且这里大多数的人都是骨瘦如柴，营养不良。但是这样贫困落后的地方，有肌肉的小伙子也是不少的。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在非洲的一个国家，一个名为肌肉村的村庄映入了大众的视野。它位于肯尼亚的桑布卢，这里的小伙子都是实实在在的肌肉男。这个村庄和其他地方一样，也是极其贫困的，很多连饭都吃不上，只是拥有一身肌肉。他们拼命地锻炼自己，却没有设施完整的健身器材，都是用一些价格低廉的废旧汽车零件自己动手改造。而他们就算吃不上饭，也要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锻炼，变成一个肌肉男。说起他们健身的原因，真的让人心疼。在非洲，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有两条路可以走：一是参军，二是做有钱人的保镖。要么让国家养着自己，要么让有钱人养着自己。无论他们选择了哪条路，拥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是必不可少的。所以为了让自己能去参军或被雇佣，只能日复一日的锻炼肌肉了。我们是不是要在物质生活提升的同时，多抽出一点时间去多锻炼身体，去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呢？你怎么看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